12月，全国多的大幅降温，寒风中，我军各部队战士冬训正在火热进行。蒋龙、邓志强、侯崇慧摄影报道，空降兵某旅在鄂北山区冬训，突围官兵在冰天雪地练习射击。武警甘肃总队嘉峪关片区特战官兵正在进行雪地匍匐前进训练。